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如果不能这样观，不能这样觉，那你想入普贤愿海啊，那就是得神通道力啊，不可能的了，绝对不可能的了。所以这是在光明殿，普光明殿说实信心，说一切凡夫相信自己的心契合佛的果德，相信佛的名号，相信依报的华藏世界，正报的各个世界，佛的名号，相信四圣谛是佛亲口所说的，每一性都骗走法界，因为佛果是骗的，因为这个信的教理，佛的教授，不是信心就没修行了，信心也在行啊，不是没有行为了，信的目的就要去做了嘛。那这个信呢，还要相信佛所说一些教法，佛从佛的口业的大用神通妙用说出一些法，要么成就信心。说前头所明的佛果的依正因果是普遍于未来的，一直到你成佛为止的，你也相信你自己的心，你的智慧，所以对外边这些警戒也是骗的，普遍的，这要有信心呢。这相信自己就是一切处不动自佛，骗一些智慧是骗一些处的，就不动自佛。并不是文殊师利菩萨、广代五台三有文殊师利菩萨，乃至我们娑婆世界、无量世界，也不只是不动世界，文殊骗一些处，是文殊的自骗一些处故。从现在开始，十首菩萨所演说的话，文殊师利菩萨，啊，像我们以后啊讲的。绝手啊，木手啊，财手啊，自手啊，他说法嘛要契合嘛，有请才有说嘛，说智手菩萨请文殊师利菩萨说，那是净恒品呢、啊、净恒品咱们这个是第九品，净恒品第十一品，这都是说信的。说在普光明殿说实信心，使这个凡夫他自己的心让他能够跟佛果契合，佛的种种的名号是佛的德所成的，佛的身口意眼耳鼻舌身意的，所表现出来的，说名字呢也骗周的，四圣谛，佛所说的法，说行啊是普遍的，骗周法界的，让你相信四圣谛，把世间的因果除掉。
证得出世间因果。不但信，而要去做，而去做。万丈高楼从地起，你走万里路还得出于那个第一步的一步，得迈那第一步，你才能行万里路。咱们经常说超越三昧了，这个那些个，都是奢受而已了。对，什么顿超直入、立正菩提呀、啊？那顿超是从见来的，没见怎么会有能顿呢？他没有多生的修，今生怎么能去入呢？佛在说断的时候，鼓励你不要在那个剑上不舍，就是你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要停留，这个含义了，所以信悟就是说实信的时候，所生的光、所生的明、所生的觉悟，那你信心增长了。自信自己的心，这个很难呐、啊。相信自己的心，心跟警，跟外头一些警戒，都是普遍的。不过你说是学华严，说我心量大了，大菩萨了，你也知道啊。功德是骗法界的。但是你做一点点小讷，一个起心动念，也是骗法界的呀。善大讷也大，心量大了嘛，那你别做一点小事儿。说一念之间，一念之差，一念之差骗法界的。一大一些大呀，讷大善也大，善大讷也大，那你做一点点小讷。那它普遍的，自信自己的心的智慧，一切境界相，自己所修行一念之间骗法界的，但你念佛的心，念一声佛号骗满法界的，但是你做一念讷呢，心讷心呢，也骗法界的。这前头咱们讲文殊师利，从十方世界所来的十首的菩萨，他们的身与意也是骗住法界的。无量法界前前头所说那无量法界，他们都是度众生。说我们信心，第一个相信，前头所说这些个都是佛的果，相信佛的果德，还相信自己的字、自己的名跟佛无二无别，还要相信文殊师利的菩萨的妙慧，就是我自心的心理上的妙慧。文殊师利是自己，毗卢遮那是自己，所有十方诸佛菩萨的都是我自己，信吗？这个信心很不容易啊。相信他我即是我我，他的讷业就是我的讷业，那我有责任。我有什么责任呢？度他呀，教化他呀。那你像诸佛的德就是我的德，那一切众生的业也是我的业啊。这个信心非常的难呐、啊，咱们经常寡说一面了啊，我就是毗卢遮那佛，不错啊，你毗卢遮那佛，你也是一切众生，对，六道那六三途六道都有你的份儿，你心是骗的嘛？你寡捡好的捡呐、啊，赖的你不要了。他们那个信心就不普遍了，不是这样讲的了。善大那也大呀，知道吗？你做善做一点点小善，骗法界，
无量无边的善，那你要做那呢？哈，无量无边的那，你心量大了，不能理解一面啊，他认为是全面的，全面。相信自己的智慧与佛同，你还得相信一切众生呢，地狱三恶道的一切众生都与毗卢遮那同啊，不是光你自己了，彼是圆满的，无欠缺的了。咱这个信呐，说我们说我们信心不具足啊，嗯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相信文殊菩萨的他的所有的这妙慧，就是我自心的妙慧，嗯，所以每一方啊，观想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普遍一点。如果每个人如果相信啊，一切众生呢都有我一份，那不是你做一个坏事杀你一个脑壳的问题啊。有些人你杀他脑壳他不怕的，他不怕的，他没有这个恐怖感，嗯。但是你要伤及他的所最耐的所最信的，或者他耐人也好啊，或者他父母也好啊，或者跟人伤害他了，比伤害他自己还严重的时候，嗯，但是他那心呢，只需局限于他所注意的，那不注意的他就不管了，这个心就不叫信心啊，不叫信心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信心呢，提高到更高的境界，对，然后你相信文殊菩萨的智慧。就是你自心的本具的妙理上所产生的智慧，本具的智慧。尔时世尊从两足轮下放百亿光明，要讲信嘛，就是最初嘛，最初从下而至上，对我们个身体来说，最卑贱的是足，承受苦难的也是足，身得力，身得住，都是由于足，所以佛从足下放光，表示你最初开始生信。但是就是这个因也该彻国海，该彻国海，就是一发心了即成正觉，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，正觉永远成不了，这是形容圆满无缺的意思。咱今天开始讲光啊，光是照的最大的，那这个里头分辨这个光解释的非常的广泛啊，说就是说佛出足下放百亿光明，百亿光把它收拾吧，就是一光，一光是从足下放的，足下的意思表示从下而至上，咱们前面讲的信了，因为信才能进入。从初下光现现往向生，显什么呢？显要想进入菩提的道果，不能用情感，情是操作不了的，得用智慧。这个初下光就表明菩提的智慧。我说这一篇显菩提的智慧，显菩提的因果，一共举了八项菩提。入文里头之前就解释了，完了还显菩提的体性，这个体性怎么成就的呀？这国海怎么成就的呀？这显菩提因果吗？